30个家具 ，blueprints。 Scare me. Mushroom house with a new well. Only 500k metals. A case.我看一下他那个角色界面是怎样。啊，他是左边是有个农，这个农场在上面，然后小屋在下面，是这样子。 哎，这个家就一张床跟一个凳子，然后你走着走着还能把那个椅子给撞坏，是什么概念？ 这些都是新手教程了，就你把东西放起来，是弄了个窗了。 大麻流星群。哎。 把椅子放出来是吧？那椅子，椅子在。good. There's nothing for sale right now. 他椅子。 I'm not trying to sleep.把它放进来。 他这个还是国服台服最早的那个小屋的人的样子。这个就是凯兰西啊，艾米。哎，对。 这是他们的邻居。这些东西。 这是他那个家具币的商店，就是你把家具卖了之后会换到这个硬币，会换到这个硬币，这是家具币，然后你用家具币来换这个，然后这些都是它的装饰。这个是家具币的扩展圈。 Surprise visit. Chalmer. Trudy. Housewarming party. To buy furniture. 墓中，我把它放进来。 Miranda. Avon是谁？ 邀请好友过来，给一棵树。加工 table， 对，它那些家具啊，是打 boss 可以掉的，有一部分是打 boss 掉的，一部分是你找管家去采购获得。 一部分是这边可以买的，blueprint 是那个家具的设计，整个屋子的设计图。 对，就是你拿到这个设计图之后，点这个建造，然后它进入施工环节，要等1分钟。 当然是艾米啊！那个，就是你每天跟他对话是有些好感度的提升的，他好感度提升到一定等级，后面会解锁一些，这还没完成。跟他对话是可以拿到一些 buff 的。 跟他提，就每天跟他对话，他有一些好感度的提升，然后你好感度提升之后，他的增益的等级会提升，然后也会解锁后面的一些任务。找他是可以采购的。还没有解锁的环节。 哎呀，键盘有问题，键盘。大麻流星群。它有些家具的功能是不一样的。 这床就是一个椅子的功能，这都是椅子。台灯。 这个是那几周年的，那是周年庆的一个海报。这东西可以当做仓库来用。这是灯，这也是。 这几个都是椅子，充当椅子的功能。这东西就是镜，没有功能用的，也点不了。这海报、窗户、这树，跟这装饰物都是景。 然后，这东西可以卖掉。比如说，我不要这东西，然后可以把它卖掉。但是，它这东西是卖了不会换钱。